我们到了 Chinatown， 然后去吃 seafood， KNT， 对，那个，好吃耶，酸酸辣辣的。欸，对，这边的饮食是这样子，酸酸辣辣。酸酸辣辣。可是它的虾哈，其实像它虾的小的那种一盘的虾，它只有小盘四只，然后是120泰铢，其实吃起来很鲜美。慧宇，你还没有讲到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 Mandarin Hotel， 然后但是是 Central Point。对，然后里面它的舒适度其实也算是高等的。它不只有它的 villa 很大，然后也有提供游泳池。对，最主要它的自助餐早餐非常的丰盛。对，这个我认同。所以呢，让我们的中餐都吃不太下。我们中餐其实也很好，就是它不是海南鸡饭，对不对？是海南鸡饭吗？应该看起来像是海南鸡饭。像海南鸡饭。对，然后是这边的大学他们提供我们的一个餐盒，对，啊，那你们泰国的便当。可是你们去到了哪些地方？我们去了 Terminal 21，然后跟恰图恰的市集，有什么感觉特别的？就 Terminal 21比较像我们台湾的中立大将。啊，可是我听到好像有特别，就是吃到那个很特别的牛排。牛排，对，那个不像牛排的牛排，不像牛排牛排。好啦，那我们讲那个恰图恰了。恰图恰的部分就有点像我们台北五分埔菜市场，菜市场加五分埔，应该算是传统市场了。只是它里面卖的东西很多，